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那就让今天就让我来跟大家讲讲我最近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吧。说出这句话之后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没什么有趣的事。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挺不忙的。参加几个节目，然后休息的时候看了看书，然后最近这两天我回重庆了。就星期六、星期天也不用上课，就可以逛逛山里、逛逛江边，都还挺惬意、挺舒服的。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可能通告会少一些了，我可能会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上课。大家也不用担心我，主要就是大家不要太想我哟。那就这样喽。